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这是我自己的劫，你们走吧。闭眼，不能看他眼睛。这位是我师弟，武心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就是啊。众人皆道师父在修炼他心通时走火入魔，可后来我才知道。师父练的早已不是他心通，而是心魔影。心魔影，这是什么武功？他心通，归人心，悟其道。然人心难测，若无佛心之人，终究难以窥得内心。像师父那般，望一眼便令人自知心中之恶，由此大彻大悟，本是不可能。然而心魔影这门武功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，甚至还能让你忆起你所忘却的事情。忘却的事情？这本是佛门禁术，封在寒水寺的罗刹堂中。祖师曾说过，修炼这种禁术本意虽是想，却是自身先入。一下佛一下魔的，老子听得快糊涂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忘忧大师练功时走火入魔了呗。不是走火入魔，是见了太多心魔，所以疯了。萧瑟，不可妄言。啊，不妨。九龙寺住持大觉师父也是这般说的。他说师父不断渡人，但见过的心魔太多，终将自己的心魔
也引了出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居然是忘忧大师的弟子，却又为何跑到九龙寺来了？啊，我师弟无心跟随师父学习佛法六通之术，而在我年幼之时，九龙寺的大觉师父来寒水寺论道，他觉得我在金刚伏魔神通上颇有天赋，便同师父商量将我带到九龙寺修行。不是大觉觉得你有天赋，而是忘忧想送你走。公子此话何意？金刚伏魔神通乃是佛门正统第一外门武学，习练之人必定一身凛然正气，便如大师你。而你的师弟虽只匆匆一面，却是好邪的一个和尚。若我没猜错，这无心练的不是佛门六通，也是心魔意，或者说是罗刹堂内所有的禁术。公子猜得不错，而且师父作画后，云林寺派遣武僧前往寒水寺，却发现罗刹堂早已被师父偷偷焚毁，其中的32篇秘术都已化成了灰烬。哦，这么说世上能还原罗刹堂武功的就只剩下这无心一人了，怪不得江湖中人都想得到他。何事？公子，传来消息，白发仙已经截住唐莲了，不过被一些小辈暂时纠缠住了。这些小辈还拦不住白发仙？哼，这么说来，我们很快也能见一见这个和尚。对了，你们不远千里将无心送到此处，又是因为什么？大觉禅师得到师父作画的消息之后大惊，是他托雪月城将无心送至此处，他想要通过伏魔神通去除无心身上的禁术。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是据说无心师弟在收到消息之后就躺进了转轮关中，对此并没有异议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？魔教？行了，魔教的事情知道多了没什么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？凭无双城那几个小子还拦不住，把人交出来放你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。怕是已有八重功力。九龙寺大觉和尚我倒也见过几次，你是大觉的弟子？无禅在大觉禅师座下学习武艺已有12年，然而只传武学未悟佛道，不敢称师。请施主赐教。狂妄！
去帮忙。你不去帮忙，我不会武功。看好这和尚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经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围攻能讨到好的？哎，我天外天、无意和中原各派为敌，这才对你们多加忍让。不要冥顽不灵了。少废话，魔教之人进入北黎，便是破坏了当年的约定。当年的约定？当年的事情，你们这帮孩子又能知道多少？罢了，我就当是带你们的师尊指点你们一下。凭你也配？放心，我们一定将您的意思传达给殿下，这是我们双方各取其利的好事，我想殿下一定会赞同的。如此甚好，那就有劳三位了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不送。何事？公子，探子来报，白发仙追上马车了。先调集人马，随时准备动手。等等我啊！那个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人多就能解决的。那怎么办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是什么？雷门之中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只有传说中的大杀器麒麟火牙吧。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剑仙不出的大杀器呀。怎么可能？那玩意儿的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。现在剩下唯一一把，在门主手上，怎么可能给我？这事门主怎么说？雷门不幸啊！
谁说不是呢？那这个是……不过你说的对，这个时候也只能用它了。我不想和你们这些小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。让开！我来。有道是看到动画发福利，获取幕后爆料、神秘设定、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，扫码关注官方微信就可以啦。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树飞花的手法，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的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他还只是个孩子。你要替我疗伤？黄沙拂袖，绯红几起始终。